最后一天了，最后一天。那我们先想想今天晚上的主题吧。哎，播的时候是年初二。啊，过年这要不上去换个红色衣服？哎，我有。妈，心机很重啊！现在才知道吗？你干什么？是什么年啊？苦，苦苦生威之业，无苦业，无苦业，以为校长他们要回来了，要回来了。哎，我的本怎么样啊？行哎，行的，松阳入虎口业。邀请什么人来好了？要不我们就请我们的邻居来做我们的食客好吗？可是我觉得今天我们的主题要不要叫做离别啊？离别太伤感了，欢乐今宵会不会不知道是我们的大湾仔最后派对？哇，好惨，不行，太惨了。远亲不如近邻夜，会有点长哎。街坊之夜吧，街坊之夜，它范围就是方圆十米，东山口，好大哦。那我们今天店长就是我们齐心五个人，好不好？就是大湾仔的夜了，店长，好，对不对？写一下。啊，湾仔啊，那个原价那个我们怎么把它处理掉？那个差不掉了，试试看。我要一点水。真的差不了，差不掉可不可以改的吗？哦，哇，五个灯笼啊，五个灯笼，完全看不出来。哇，艺术家，艺术人。哇，大戒烟。嗯，那我们有四道菜。我昨天学了那个菠萝包嘛，今天呢我就想跟春哥做的那个咖喱鸡配合做 crossover。 对， crossover就变成一个菠萝包咖喱鸡，也改一个好的名字，叫做御膳藏宝。哇，很威猛啊，这个名字啊，御膳藏宝。你想做什么？我跟全哥学的那个盘菜，盘满钵满啊。哦，你跟全哥联名啊。我们的锅应该双翼齐飞。哎，粥，东山人情味。路上人是呗，费用全免，时间6点到8点。好，啊，就写了一行。我那为什么不写中间一点？要不要多一句？街坊大戒烟，街道办事处。希望再见面，谢方大谢宴，希望再见面，再见。可以，好。谢方大谢宴，希望再见面。要不要画一个心？好，接着搞。